各位网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台山四九镇洞灵村。这个牌坊就很漂亮，洞灵村就是著名歌星陈百强的故乡。洞灵村是凤仪大道，凤仪应该是纪念陈百强的妈咪，陈百强的妈咪就叫凤仪。这里有两副对联，宁地康泰永明亮，永亮明，冇事啊！天寿吉利常，天寿洞天寿丽常吉，系咩字先啊？常吉月，咁就我氹翻出去啦。咁就呢个咧就系、是、呢、这个牌坊咧就系、是、陈百强嘅爸爸陈鹏飞。同埋佢嘅兒女陳百靈、陳小儀、陳百敏、陳百良、陳百強、陳百賢，咁即是佢啲陳百強嗰啲兄弟姊妹啊，連埋爸爸媽咪啊，一齊去捐獻嘅呢個牌坊。OK， 咁我哋一直行落去，咁啊村口嗰度咧就亦都有個碉樓啊。碉樓就建於民國初期，咁啊，2018年嘅話咧重修過。嗱，村口嗰邊咧就有個廁所。我哋喺呢度睇下。呢度有個對聯喎。系一个呢副对联嘅话系床头诗嚟嘅，呢个床头嘅，左凤仪啊，凤仪，凤角升平，娇玉日，仪门歌舞，艳阳天，咁啊将咗陈百强阿妈个名咧就嵌咗喺个对联嘅联头嗰度，我近啲俾大家睇下，咁啊横联咧就丰年寿人，应该由向。又向左讀噶，係嘛？應該就係、是。左手邊咧就係啲田野啦，好似有啲田野係荒廢咗，冇人種添啊。咁呢度有個井，咁啊，村口呢棵大榕樹就枝繁葉茂啊。咁啊，下邊咧就有幾個呢啲應該係水泥整嘅石台石凳啊。村口呢啲老榕树啊、大树啊，通常都系呢个村嘅风水树嚟嘅。呢度有个祭坛啦，应该拜祭土地公啊，定系拜祭一棵树啊？咁呢边咧就系啲村屋。由於我是外地人，我就不好想入個村入得咁入。喺呢個路幾得意喎！喺村口入邊，
咁呢度有个凉亭，入去睇下先啊。金宝乐园啊，咁系1990年12月嘅话咧，就系陈百强嘅爸爸陈鹏飞系捐建嘅。咁啊呢度咧就系呢个凉亭啦。咁啊，陈百强系1993年过咗身嘅10月份。咁啊呢度又系一副对联啦。咁就直头系而家。陳百強阿媽咧個名係命名嘅，又叫鳳兒亭，咁咧就係六兄弟姊妹一齊捐建嘅兒女，係啦。咁啊，嗰頭嗰個對聯嘅話，亦都係一個床頭嘅對聯嚟嘅，鳳韻輕飄全音順，定係佳順？呢個字好潦，我睇得唔係好清楚。兒亭唱序話鄉情。咁啊，咁啊呢边咧就啲村民咧就喺度晒菜干，咁啊后边咧就有个篮球场，喺呢度有啲游乐设施，咁啲游乐设施又生咗锈嘅。咁呢啲就好明顯係新嘅，咁我嚟呢度睇下。即係如果我冇估錯嘅話咧，呢個涼亭咧就係阿陳鵬飛同埋應該係陳百強六兄弟姊妹一齊捐獻嘅，咁咧就包括呢個廣場啦，呢個籃球場啦，咁咧喺1993年捐獻啊，1990年。咁而家陳百強個爸爸媽咪都過咗身嘅啦嚇，好似媽咪嘅話係喺舊年嘅2022年嘅年底過咗身嘅，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就係、是，咁呢個村口嘅風水堂啦，咁啊台山嗰啲鄉村都係咁樣嘅。咁啊呢條村都有人住緊噶。有啲新樓，有啲舊樓，舊樓啲青磚樓嚟嘅。咁呢個係個祠堂嚟嘅，陳姓祠堂嚟嘅呢個係。我今日打算嘅话就喺呢条村嘅大道就行个砖就算数，咁我就唔想入村，咁喺度就拍拍俾大家睇啦。咁呢度有间敬老楼，咁可能啲老人家嘅话咧就喺度一个俱乐部啊，一个会所咁样。嚟呢度打打牌，系啦系啦系啦，去打打牌啦，娛樂一下啦，打打麻雀啦。咁呢度有一間文化樓，立功文化樓。咁喺度睇下，咁有個風水堂。咁啊，聽聞陳百強嘅祖居嘅話係喺呢條村入邊，我唔知邊間屋。咁我考究唔到啊。喺個風水堂
咁啊，村友冇展示嘅话，边一间系陈百强嘅祖屋？咁啊，陈百强嘅爸爸陈鹏飞嘅话，好早嘅话就已经系过咗去香港揾食嘅。風景好靚啊！前面一揦都係一啲田野，對面我哋啲山。咁呢度係啲村嘅公告，攞份乜字寫嘅，好朦，睇唔到，睇唔到，睇唔到。呢條巷都幾深喎，咁啊，台山咧就出咗兩個好著名嘅音樂人啦，香港嘅一個就黃家駒，一個就陳百強。咁佢哋兩個咧就係好巧合嘅，咁兩個都係台山四九鎮嘅人嚟嘅。咁就同一年過身，咁就黃家駒咧就係6月30日過身，如果冇記錯係6月份一定嘅啦。咁咧就陳百強嘅話咧就係10月份過身嘅。咁就兩個人都係同屬一間唱片公司，華納唱片公司。咁所以咧就係、是、即係可以咁講啦，黃家駒同埋陳百強喺冥冥中咧係好似有啲嘢係有啲命運安排。咁啊，天道英才啊，好可惜，好可惜。咁啊～嚟到村口呢度咧，亦都有個牌坊嘅。咁啊，咁我就唔繼續行落去啦。咁啊，今日就拍攝到呢度，呢條片同大家分享到呢度。我行翻轉頭，我哋下一期再見。多謝大家嘅收睇。啊，陳百強嘅故鄉台山四九鎮同寧村啊，拜拜。